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点五复刻角色大反转，托帕插队，真理岩七，陪跑四星曝光，2.6 卡池粉毛少女空降，银狼同款装扮，新活动光追来了。星穹铁刀 2.5 卡池越来越近，飞霄、林沙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的星穹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 2.5 版本的前瞻直播也终于要来了，直播开启的时间在8:30，到时候也会有3买星穹的兑换码，还是非常香的。而说起后续 2.6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也是很多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。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， 2.6 卡池会有一位心理五星角色登场，新五星角色叫廉颇，定位是虚数至实。该角色的形象之前也有提到过，廉颇是少女体型，粉毛高马尾少女，长脚，戴帽子，短裤，露肚脐，倒是和银狼的装扮还是挺像的。除此之外，就是 2.6 卡池新角色廉颇技能机制相关的消息了。就目前的技能机制来看，廉颇是击破虚构 C， 还是有点抽象的。总的来说， 2.6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是空降五星，全程无视弱点消刃，就是不知道强度怎么样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 2.6 版本中，据说也会有一个新活动光追登场，就是不知道属性泛用性怎么样了。而说起 2.6 卡池新角色例会公布的时间，则是在8月27日，距离限制也就不到10天的时间了，感兴趣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哈。星穹铁刀 2.5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飞霄灵沙也即将登场，对于两位仙州超人气角色，玩家们的期待还是非常高的。而说起 2.5 卡池角色复刻的安排，也是很多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。就 2.5 卡池复刻角色及后续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根据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， 2.5 卡池角色复刻的安排基本上可以说是确定了。 2.5 上半卡池复刻的五星角色分别是知更鸟、卡福卡、黑天鹅。 2.5 下半卡池复刻的五星角色之前提到的是真理医生，也发生了大反转。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真理医生无了托帕会在 2.5 下半复刻，这波插队倒是让人没想到。而说起 2.5 卡池陪跑四星的安排也终于来了。 2.5 上半卡池陪跑的四星角色分别是莫泽卢卡、艾斯达。 2.5 下半卡池陪跑的四星角色分别是米莎、娜塔莎、桂乃芬。总的来说，陪跑四星角色还是非常香的。莫泽陪跑飞霄，想抽飞霄的开拓者们但是可以省下不少资源了。总的来说， 2.5 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早就官宣，但是复刻角色变动还是比较多的。就目前卡池复刻的安排来看， DOT 和追击队算是双复刻了，托帕这次也买榜成功，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